本局获报，一名男子于日前驾驶汽车与另一汽车驾驶发生行车纠纷，过程中对方突然下车并打开后车厢取出手枪作势朝被害人射击。案经本分局成立专案小组，日前持花莲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，针对涉事案人之车辆及住处执行搜索，共起出作案用空气枪一把、毒品安非他命一袋及吸食器一组，全案依妨害自由、恐吓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